今天影片想跟大家分享，如果我今天没有在上班的话，我平常周末的一天会是怎么过的。那我的周末其实蛮无聊的，其实我不太出去跟别人一起玩或者什么的。我也很多人最近不是在讲杠杆青年吗？因为这对我来说其实就像是另外一个需要付出很多时间跟精力的东西。在我们聊更多之前，那我们就直接先开始准备好了。上次那个 Get Ready With Me 啊，那个刘海实在是被太多人说可以夹起来，所以就先这样。今天其实是中秋节，就是星期一放假，除了差别就是礼拜天我固定会去上一个重训课。这个重训课呢，我们自己找了几个比较熟的同学，然后直接出来跟老师上课。我个人觉得蛮喜欢这样子的，第一是因为这个老师可以很知道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或是你的能力到哪里，另外就是这些同学其实你都认识，所以相处起来是蛮好的。不知道大家中秋节有没有去烤肉呢？我没有。上次那支影片我用的是 Estee Lauder， 那今天用的是这个 Kate。 那 Katie 还是谁有在推荐，那我就觉得就是真的很厉害。结果我用了之后是我很喜欢的，就是偏雾面的质感，还蛮服帖的，然后持妆度也很不错。你看我现在讲起来有没有很像专业的美妆 YouTuber？ 你知道我妈每次跟我讲说你的妆怎么一天比一天厚，但是 This is my face。 身为一个类杠杆青年呢，那当然在假日就是做另外一份我喜欢的事情呢，就是拍影片或是剪影片。那这基本上就占满了我所有假日的时间。我们现在化妆就是因为我等一下要开始拍影片，所以希望就是看起来不要就是太可怕，你懂吗？我同事跟我讲说你是不是都不是很需要睡眠，因为我可以就是睡大概五个小时。哇，我发现我有个没涂匀的地方，你们为什么不跟我讲？但其实我觉得不是我不需要这么多睡眠，而是我很不喜欢把时间睡掉的感觉。如果是假日的话，我基本上希望可以在九点以前起床。我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早，可是我会觉得说早上你就是要起床，就是摆烂一下，然后去吃个早餐回来，大概就已经十点半了嘛。现在 get ready 是不是就十一点？那你就离中午就剩一个小时，那我就觉得整个早上时间都不见了。拍片的话，其实我是一定会先把要拍的东西，就主题跟我要讲的大纲先写下来。像我现在其实是没有写大纲的，然后我就觉得脑筋一片混乱，就是我有很多想要讲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把它写下来，其实我就不会记得说我到底要讲些什么，所以就会像现在这样，是没有章法。今天其实总共要拍三支片，是我有史以来拍最多片的一次。主要是因为下个礼拜有比较多活动，所以我希望星期一放假就尽量把可以做的事情先做完。然后再来就是无止境的剪片地狱啦。那大家一定很好奇说，啊，那你这样剪片要花多久？我自己的话啦，就是九十个小时跑不掉。如果你不是一个很专业，就是一直在做剪辑的人，其实自己剪一支片真的还蛮花时间的。从你初剪加特效修改，然后再 final， 你还要做缩图，很多东西要做。我今天好像真的画得很随便啊，算了。上次给你们看的这个 NARS 的 Duo 啊，这个颜色我才发现其实很美，化腐朽为神奇的一个颜色。有没有觉得眼睛瞬间变得比较深邃？没有的话，你真是太不会说话了。好，那我现在把剩下的脸弄完， I'll see you guys then. Hey guys， 我现在化好妆了，现在要开始准备今天要拍东西的东西。我现在要写一个影片的大纲，就是我等一下讲的时候希望可以比较有条理一点。Calendula Herbal Extract。现在我已经换好衣服，然后我刚刚的脚本也都稍微先打好了。天哪，这光也太黄了吧。刚刚因为处理一些工作事情比较晚，现在已经两点了，所以我赶快来先拍第一支片。我现在呢刚拍完第一支影片，然后我准备要把第二支影片的脚本就是再过一下，希望可以早一点拍出我自己想要的样子。
我刚刚拍完了第二支影片，发现我又换了一件衣服。今天是中秋节嘛，结果我就一个人这样窝在家。你看我的一天就差不多过完一半了耶，我就是起床吃个早餐，然后开始写脚本，然后拍片，然后就这样子耶，现在已经3:30了。为了我们明天一个叫创作者派对的活动，买的一件复古风的衣服，你看。好啦，大概就像这样。我还另外再买了一个是领巾，它就是这样。等我一下哦，套上。哎，是这样吗？就这样。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我就觉得很 OK， 我觉得我不管以后怎么样都可以戴哦。好 ，OK。我们刚刚在讨论宽裤，因为我姐就是她身高170，你知道超高，然后她就说她都买不到宽裤，因为很常会变成什么这样子啦，或者是反正就是买什么都不对，所以我现在给她看一下 Meg 的宽裤。嘿，你看我的裤子，让我看到，我来展示一下这件宽裤。哎，这已经开始录了吗？来，你可以。我来走个秀，然后你帮我给我一点评论。可以变横的吗？不要，那样子很难剪。你从那个远方再走来一次好不好？停。要动哦。你现在运镜吗？好，那你给我点评语，快点。穿你身上蛮好看的。好啦。Hey guys, quick update. 我现在正在我的 editing mode， 不断的剪辑地狱。等一下我会跟家人去吃饭。Hey guys， 我们刚刚吃完饭回到家了。那大家猜一下，我现在准备做什么？没错，我现在继续开始剪片啦。Say hi to the camera. Oh no. 现在已经是晚上12:00了，所以基本上你们已经看到，就是如果我没有在工作的话，我的周末就是这样子过。好了，这感觉是一个很无聊的 vlog， 那我们就在这边说拜拜喽。If you like this video, please give a thumbs up and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one. Bye. 今天其实也没有什么重点，我只是因为昨天买了，哈哈。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个赞，然后呢，就喜欢的话。So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